甜心又想被曝伴游男粉变跟爸爸出国遭网民打脸。中国女团 SNH4819 岁成员薛诗琪长相清纯甜美，但最近却被网友爆料私下与男粉丝出国游玩，还谎话连篇。根据网易报道，起因是在8月时，薛诗琪在微博上分享美照，称到大溪地游玩，却被眼尖的网友抓包照片根本是从网络上抓来的，她才承认自己其实是到马尔蒂夫。但不光是这样，又有网友发现一位她的粉丝在同一时间竟然也在马尔蒂夫，而且住的饭店游艇都一模一样。由于这位粉丝是每次总票选时花最多钱投票给薛诗琪的单推王，让不少网友怀疑薛诗琪私下跟粉丝出游回馈。薛诗琪事后解释，这位粉丝大哥比我早一步到岛上，表示自己是和爸爸出游，还贴出机票订单澄清。但又有眼尖的网友质疑这订单根本是 P 图造假，甚至还有网友找到单推王粉丝 PO 的照片，发现饭店欢迎卡上写的是亲爱的 Mr. 丁和 Miss 素，也就是丁先生和徐小姐。还有网友表示，单推王出游的其中一张照片放大以后，可以看到房间里面有一个穿着睡衣的女生，看起来就跟薛诗琪自拍照中穿的睡衣一模一样。种种福尔摩斯式的推理打脸，让许多网友看了叹为观止，也在网络上造成热议。